生完小孩要不要住月子中心？基本十几二十万，或者是三四十万，通常男生都觉得啊，有必要吗？推荐。我没有推荐吗？他们没给我打折。欢迎来到动画频道。今天不乱买东东了，也不卖干货了。最近出片很慢，因为都在月子中心当宠物，在玩美少年梦工厂。最近终于我的小号事业获成功。过程是看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就是觉得女生生小孩真的很辛苦，毕竟我是一个有全程进产房的人，顺产太棒了耶！有点小声又很怕吵到我的小王子。就生完之后，我们就来月子中心当一个宠物，跟我想的月子中心不太一样。就本来以为他是二十小时都会有人在旁边照顾你，然后可能你洗澡的时候，旁边会有很多人来帮你搓澡，搓一个超舒服、超爽那种，或是一直有人来帮你按摩啊之类的。哇，我都有去啊。还有像月子餐那些，原本我以为会是一些很补、很澎湃的大餐，但这边吃好像也都就很多姜和枸杞的料。因为就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反正我们就是到月子中心之后，我觉得有点像被迫出来旅行十几二十天，然后每天定时照三餐给你推饭，然后我们就在这看看电视，睡饱吃，很规律的看电视、吃饭、睡觉。月子餐他都不吃，我有吃啊，他都吃一口，后面的我在吃。现在月子做一半，胖的是我，快四公斤。不是阿贝，反正就是在月子中心跟家里之间来来回回，所以最近上片速度小慢，工作效率小差。但我觉得回家你可能工作效率也不会好。以后没有带爸爸了。月子中心就是有人可以帮忙带，我们玩爽了，有些麻烦事我们就推回家人，一哭就送回去。没错，但是真的很可爱耶，我没见过这么可爱的生物。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他相处，都还笑得出来，你看我们影片都还在笑。有了，最近快要出月子中心了，早上我就躺在床上看电视，跟夫人说已经看到我们未来的黑眼圈。今天拍这支就是简单报备一下近况，毕竟最近上片真的很慢。其实生完小孩要不要住月子中心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疑问。毕竟住月子中心就是很大一笔钱，可能进去出来基本十几二十万，或者是三四十万一个月之间，也算蛮痛的吧。生小孩已经很花钱了，结果月子中心还要再花一笔。通常男生都觉得啊，有必要吗？我觉得是这样。可是你如果没给你老婆住，你觉得会被靠背式？我本来心里是这样想，所以我本来也没有说什么，我就说你就去找，你觉得好我们就住。但是接回我刚前面讲的，我跟他进去产房一圈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这点钱你真的该花。他在里面已经那么辛苦，真的小孩，你真的花一点钱让他出来当个废人一个月，我觉得都是合理。而且我觉得他的点就是，你不住的话，你回家，我觉得超可怕的。你身体这么虚，然后如果你是大宝，你没有经验的话，我超可怕。你觉得没办法？跟我们同期的妈妈有些是直接回家的。我住在这里这几天虽然很废，但我心里都在想说，还好有氪金来废，不然真的回去我觉得很可怕。今天没有要安利任何月子中心，因为他没有给我打折。对，基本上安利任何月子中心，只是我自己觉得说，生完假如你直接回家，然后你家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的话，超可怕。你觉得没办法？如果你爸妈想帮的话，我觉得又是另一个麻烦。哦，爸妈想要的好，又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好。然后爸妈可能又会有很多他们的观念，就算家里有人能帮你，你直接回家一定也是炸掉。你是不是也觉得？所以就算家人可以帮，我觉得都不一定是好。反正我就觉得来住虽然花蛮多钱，但就是还算值得。我觉得是以我们的状况，可能就是必须住这样。如果以女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是生完的第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很重要。身体很虚，超级虚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体力，睡不好，吃不好。然后我又很幸运的在第三天开奶，就是我来这边后，我没有在照顾小孩，我也没有睡，因为就是三个小时挤一次奶。这个真的也很硬，不挤呢也不行，因为你会痛。那这边刚好有一些卫教师护理师。对，他有安排一些课程，对，他会教你有问题，你可以问嘛，你就问他们，他们会教你怎么去疏通之类的。如果单纯只有去医院生的话，他也会教，但就教得很简单。医院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可以打回去问，但是你会很不安，毕竟他们问的那个位置也会没有人在。像我们两个就是关不住，我们选的月子中心，妈妈只要出去，我们回来还是可以看小孩，但是小孩会被隔离，或是我们就自己跟小孩隔离两天这样。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只住了十四天，现在回家就是请了一个月嫂，对，就是想说十四天我们也真的有关到极限。其实我中间很多时间我就赶快跑回家，可关在这边真的就是猫咪耶，你就是一个宠物，有人照三餐一直喂食。突然很理解我们家猫咪有什么靠腰的。我觉得就是基本至少住一个，让女生有个修复期啊。我两个礼拜后恢复回血蛮多的。对，接下来可能就是好好吃饭，不要着凉，有休息到，我觉得应该就可以好好的恢复。啊，反正就是最近上片上很慢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当宠物，跟我们的美少年梦工厂太好玩了。而且本来还想说来这边可以工作。对对对，我都电脑什么都带来了，结果这里的椅子太难坐了。这边的氛围太容易睡着了。对，然后网络也很烂，所以根本工作就是效率就是大下降。这边就是给你睡觉，如果整个环境你就是会很容易两三个小时就睡着一次。我在这就是吃饱睡睡饱吃，真的就是猫咪，然后玩小 baby， 反正也要回去了，差不多要下课了，应该会再认真上片一下。那我们家小宝贝非常可爱，不能只有我看到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今天大概就这样，是你们准新手爸爸第一个，哇，这是你们王夫人，小秘密，你们下次见，拜拜。